大家好，欢迎来到 Music Uling 的频道。首先就恭祝大家身体健康，屋企度架撑就越听越好声。各位就可能好奇怪，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拍片跟大家见面呢？因为 MU 外面就做装修工程，污糟邋遢，嘈喧巴闭，但好了，我刚刚就完成工程，又可以跟大家拍片见下面。今日呢條片咧就唔係 review 片嚟嘅，不過嚟緊呢個禮拜咧，我哋就會陸續復工噶啦。今次呢條片咧係有著數益大家嘅，不過咧就唔係我益你，呢個著數咧就係 Evo 生益你嘅。玩開 Hi-Fi 而中意爵士音樂嘅朋友咧，如果要我喺你面前介紹呢位兩屆格林美獎得主 Bob James， 我就講啲啲班門弄斧啦。所以喺呢度咧，我就唔會詳細介紹佢嘅。喺呢個月嘅27日咧。Bob James 就會嚟香港嘅海洋公園咧舉行一場名為 Bob James Trial 嘅演奏會嘅，而主辦單位嘅 Evo 生咧亦都諗住送出兩套共4张門票俾大家嘅。參加呢個遊戲咧就好簡單，只要進行三步曲就得啦。第一咧就係 like 呢個 Evo 88嘅 Facebook 專頁咧，第二咧就將呢個活動嘅 post share 喺自己嘅 wall 度，記得咧係 set 做世界 post 喎，等其他人都可以睇到嘅，同埋咧就 tag 兩位你自己嘅朋友。第三咧就係幫你屋企度靚 HiFi 影一張靚相。啊，記住喎，呢張相裏邊咧除咗你對器材之外咧，仲要包括一張 Jazz Album 喎，然後將呢張相貼上呢個活動嘅 post 做就可以㗎啦。Evo 生咧就喺2月18日下晝6点咧就公布結果嘅，佢會喺眾多嘅參加者之中咧揀出兩位幸運兒嘅。呢個遊戲嘅參加方法咁簡單，大家踴躍參加啦。啊，唔知 upload 張相嘅 Bob James 點俾到機會會唔會大啲啊？唉，都係唔好理咁多啦。喺演奏會之前咧，重温下 Bob James 嘅最新大碟先。